我从以前就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打打杀杀，今天我更不懂，为什么你明明是我兄弟，我却要弄死你？因为这里是黑道，因为我们混的是黑道，你挡住我怎么死？谁还有的选啊？ 混的是友情，我混的是义气，这下辈子你就对不起。 和尚，刚刚你以为我要抱你，所以你张开了手，在那一刻，你选择相信了我，不是吗？你以为你混的是黑道，你混的其实也是友情，是义气。